Penton 好好的狠投一下，狠投一下，对。好，这边是杨敬敏推到三分线外的出手，哦，压哨球。那你在节目中讲有吗？对啊，就叫你去打球之后，你就叫你去做节目之后，你就不见了。对，结果现在艺人也不好干了。是三分外线，比较多的这个艺术啊。是，韩冠汉出手没进球，拨了一下。好，这个球是谭杰龙传给前面偷跑的杨敬敏得分，出手助球队一臂之力。主要是现在工程师在防守的范围越拉越大、啊。嗯，其实。梦想家有一点弱，因为我以前打的是中锋的位置。你要帮中锋讲点话。对，中锋每次都要做苦工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球在阿敏的手上，好球，有中锋篮板倒在地上，球又送出去，转移，阿敏假动作把 Hanton 晃起来之后，中距离好球，单节五分。杨将啊，其实也是要有一点这个小小的斗志。嗯，你绝对不能让他们觉得说啊，你好像。不用了，不用传给你那种心态。